大家好，这次的挖宝超好玩，据说可以挖到很多款服装。大家一起来看看我能挖到什么宝物吧。第一个挖到是这个，很可惜不是衣服。再来第二个是这个，中奖了，抽到黄色浴帽，超可爱。挖到第三个了，抽到红色领子披风，这次是矿物。抽到圣诞曲奇帽子啰，抽到蓝色西元帽子，抽到蓝色小恐龙，又挖到矿物，抽到狮子娃娃装，这次还是矿物。那这次挖宝就到这啰，接下来换我开箱给你们看，挖到啰。我挖到恐龙鞋子啰，以上给你们参考吧。